那他就是觉得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吧，然后就可能跟他认识了以后，然后邀请他做他的模特，那甚至是虽然他已经很辛苦，但是他还是救济他，那就这样子成为他模特之后，可能就是日久生情，那我觉得还蛮感动的一个故事。那也希望说可以找到他曾经有这个很棒的故事的场景，那也就是他居住的地方，只是不知道可不可以找得到。那我们去请当地的导游帮我们看看可不可以找到这个地方喽。哇，这里面太美了，我觉得应该在这边拍一下。带去啊，带去！给我请去他。啊，好。这原本与刚刚那条街是比较像，但是听说刚刚当地导游说在里面，那我们赶快过去看看。大伙儿，走吧。哇塞，还蛮令人惊讶又惊喜的，因为我们就是导游先生为我们就是很努力的寻找，看起来跟想象有点不太一样，不过会觉得蛮欣慰的，因为反骨神经柱的作画的布局呢，现在已经变得如此时尚，因为看到很多间服饰店跟精品店啊，真的。那觉得还蛮开心的，因为相信范古先生呢，看到他以前住的地方现在变得那么繁华又繁荣，应该也会觉得很欣慰吧。好，那可能是在这里，那到底是位于在哪里呢？我们再仔细的找找看吧。如果青春只剩一张绝版海报，问你。好，我们找了一大轮的，那其实会觉得有点可惜，就是没有真正找到他的曾经住过的地方，因为这边改建实在是改建得太繁华，然后改变太多，不过还是觉得蛮欣慰的，因为在这边真的可以感受到范古曾经影响过大家，然后看四处充满艺术的气息，看到没有，这栋是很有范古的味道呢。好吧，就当作是咯。那虽然这边找不到，但我们还是可以去其他范古的森林，然后看他很多壮观的作品。带过，但是不是跟他相依为命的地方？对对对，里面以后他真正的地方，就是摸的，跟那个女的住的地方。你真的找到了。这是他曾经住过的地方，然后已经改建过。那这边有住了一个1869年到1873年，是他曾经住过的时期。天啊，终于找到了！原本以为找不到的，但是今天被我们很厉害的摄影师大哥、师哥找到了。那不如泰国可以合个影吧。好的，现在大东呢，身在的位置是鲁南，没错的，那就是范古早期作画的地方，就是他之前跟一个女生分手了之后，然后搬到这边就开始他努力了他的一切的创作。那现在我要在他开始创作的地方呢，也要开始创作，希望有范古上身的感觉。好，开始吧。
排山倒海，为你哭，为你笑，为你疼，为你害，不抵抗，不耍赖，不悔改。有想起之前常常在植物园写生的那个生活的画面。好的，现在呢完成了，我看是60%。对，那就是先打草稿。那因为碍于时间关系，只好把这个美景呢，就叫它梵谷芳龄好了，因为是梵谷之前住的地方的旁边一个小湖。那先打了草稿了之后，那我会把它拍下来，那回到饭店之后再把它完成，到时候会收录在我的写真画册。Hello， 现在来到了梵谷最著名的梵谷博物馆。那看到我身后吗？就是梵谷所有他的自画像，然后都收在这边。那这边就是只是复制品而已。那没关系，我们来看看梵谷先生的一些历史吧。好，这是梵谷他们家的族谱。首先呢，梵谷年轻时候的照片，所以跟他现在不太像，而且也是个帅哥。那这是他妈妈，这是他父亲嘛。那其实就是像这边有一个就是坟前的墓碑的照片，那其实他就是有一个跟他同一天生日的哥哥，只是那个时候梵谷是出生在1853年，然后他哥哥是比他早1852年出生。那只是因为他母亲一直很思念他哥哥，所以他就把他哥哥的坟墓的照片放在家里。那可能梵谷就会觉得摆在家里，然后就觉得，可能我觉得对他事后影响蛮大，就是可能他心情很不准，是因为一直看到一个跟他名字一模一样的名字的照片一直摆在家里，然后就是多少对他有点影响。再加上他的母亲可能一直觉得说，可能一直很思念他哥哥啊，所以才一直把照片放在家里，然后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有点不被重视，然后导致他之后的成长的很有点缺陷。那之后看到这边就是他的弟弟，哇，他弟弟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弟弟，就是因为梵谷之后他很努力的在作画创作。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过程是非常艰辛的，那他弟弟呢就是在他在辛苦的过程呢就是很大力的帮忙他卖画，赞助他所有的食衣住行方面，然后他弟弟也是开画，也是非常拼命的帮他卖画。那对，那就是他弟弟这个样子，然后他弟真的一连串的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继续介绍喽。那看到边其实有看到很多一些，那个地方是海牙，为大家介绍一下。但是海牙就是梵谷开始创作作画的地方，因为他原本是在就是画廊工作，然后卖画，但之后可能产生了兴趣，然后就开始学画。他学画过程其实，你会觉得梵谷他还蛮特别。他在画的同时，他都会就是观察一些中低阶层的人们，例如说可能会画一些农夫啊，或者是工人。那其实你到这边看到会有哦，对，这个看到这个碑没有？这碑呢，就是我们在海牙呢找了很久，然后最后看到那个市集就变得很。观光很时尚的购物中心的一些地点，但我们最后找到一个牌子，那很可惜没有找到，但找到那个其实也不错。对，那还有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女人就是曾经跟他谈过恋爱，也算是一个就是特种行业的女生，那个算是他那个时期的吧。那就会看到他在学画的过程有就是一些素描画，然后还有一些。这算是他蛮早期时候的作品。那因为他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工作也不顺遂，那又对画产生了兴趣之后呢，他就开始决定好好认真的画画。于是他就是搬到了鲁南这个地方。鲁南呢就是刚刚当在外面创作的一个就是湖边的小画，那叫做鲁南芳龄。那